神经病者思维广，逗比玩家欢乐多。本期游戏视频战第五武器故事第六期，这一次神经哥来玩医疗兵的第一把冲锋枪——斯登冲锋枪。这把枪的知名度啊，在世界上那可是响当当。知名不一定是说他开创了某种先河有多牛逼，相反，毛病一大堆呀，同样也能让他出名。这么说吧，这是一把既能杀敌也能坑队友的神奇枪械。那么本期视频咱就来简单了解一下斯登冲锋枪的故事吧。二战爆发后，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经大不如前了，打起仗来家里那些老底都快被掏空了。这个时期的英国军队还没有一把制式冲锋枪，面对德国佬各种各样的自动化武器，英国佬再看看自己手里的武器，哎，真的是拿不出手呀。没办法，只能向美国购买汤姆逊冲锋枪，可是汤姆逊太他妈贵了，财政吃不消啊。所以英国佬决定发愤图强，研制一种造价低、结构简单、既省钱又省事的冲锋枪。大多数人呀，肯定会想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事情吧？啊，你又想省钱又想造枪，鱼和熊掌都让你吃了，想得美！但是不逼不知道，一逼吓一跳。你不逼吓自己呀，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牛逼。为了解决燃眉之急，英国人把德国的 MP40 冲锋枪拿来做研究，研究后嗖的一下就造出了既省钱又省事、结构又简单的冲锋枪，而这就是斯登冲锋枪。你听我说，英国佬真的是嗖的一下就整出来了。他的研发速度有多快呢？1941年当年研制，当年就飞了。从1941年开始研制到1945年，就生产了超过400万支。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速度有多快，它有多简单呢？乍一看呀，就是几根钢管加一根弹簧组成的。所以有人嘲笑说，你们这枪是水管工人制作的吧？造价有多低呢？1支枪$9，而同期的汤姆逊大概$210，这价格一对比啊，斯登那简直就是白菜价嘛。所以又被人嘲笑了，说你这是玩具枪吧，这么便宜。由于它结构简单，所以老人妇女走进车间就能生产，一周最高能生产47000支。就这枪即使丢在战场上，英国佬也不心疼，坏了都懒得修，毕竟太便宜了，修一下搞不好比造新的还费时费力。便宜是便宜，但便宜能出好货吗？斯登冲锋枪全重2.95公斤，全长895毫米，口径9毫米，使用9×19毫米的手枪弹，弹容量32发，有效射程200米。既然价格和研发周期在那摆着的，你就别指望它的做工能有多精良。擦枪走火那是家常便饭，因为它的保险是在后面，稍微碰一下呀就会走火，误伤友军。你要知道，去参加打仗最憋屈的死法就是被队友走火打死，所以凡是装备了斯登冲锋枪的部队必须走在最前面。英国人自己都说了，这把枪只要在战场上扔出去，它肯定会自动开火杀伤敌人。烂归烂，但它的持续火力和杀伤力还是比较理想的，可以说和当时德国的冲锋枪正面钢斯登一点也不差。它也是二战中唯一一款可以安装消音器的冲锋枪，非常适合暗杀、破坏等特种任务。我就在想呀，这消音器呀，指不定比枪还贵。尽管它缺点比较明显，但是斯登冲锋枪呀，比较符合当时英国的国情，最后生产了400万支，也足以让它成为一代名枪。